大家早，早，我是亮云，就是富邦旅馆公关跟多媒体行销经理。那在演讲开始之前，我要再次向大家致敬哦，就是谢谢大家今天这么早来，因为我自己也八百年没有那么早起床过了。好，那今天的主题讲的是我们富邦旅馆的第一个旅馆富裕旅。那在这个开始介绍我们旅馆之前，我想先问问看有没有人有去过富裕旅的？好，只有两位。那有没有人路过，只有在外面有看到他觉得他怪怪的？好，那有听过吧？有听过的人举手一下。好 ，OK， 那大家就是完全不认识富裕旅，那我乱讲就都没有关系哈。OK， 好。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富裕旅是怎么来的。那我本身是富邦旅馆的团队。那我们富邦旅馆呢，旗下有大概内部大概有三个事业的服务。第一个是饭店的事业、餐饮的事业，然后输出我们管理顾问的 know how。那在饭店的部分呢，我们目前有两个方向的发展，一个是针对国际品牌做连锁，请他们进来，然后做经营管理；另外一个是我们自己成立的新的品牌，叫做富裕旅，就是由我们去管理一个新的品牌。那可以看到富裕旅后面一个台北答案，就是今天要介绍的主题。那它是在今年八月才正式开幕的一个旅馆，所以它很新。OK。那我们这个团队呢，是2014年由富邦集团旗下成立的第一个跟旅游相关的事业体，所以我们虽然是一个很新的团队，但我们的经营管理者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比如说我们的董事长还有30年的不动产事业的评估，那我们的总经理有超过20年的饭店的经验，那他曾经创过两个台湾的饭店品牌，第一个是 Mbar， 应该还蛮多人听过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 Folio。那下面的这张照片是我们富裕旅开幕的大合照，是我们的员工，基层的员工就都还蛮年轻的，因为我们希望可以培养不同的优秀的人才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那刚刚我说到我们是富邦集团的第一个跨足旅馆的事业体，那其实在我们这个旅馆里面，等于是把富邦集团很多重要的资源都展现在空间里。比如说我们用了电信啊，或是宽频，就是我们自己事业体的成员。然后我们有把富邦艺术基金会的资源纳入在我们的旅馆当中。那最重要的当然是金控，这边有没有人是富邦信用卡的卡友？好，非常好，你们可以持卡到我们的旅馆消费，用餐住宿都有折扣。OK。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主题，来介绍一下富裕旅。那首先我先介绍一下 Folio 这个品牌是怎么来的。这个名字，我们的旅馆叫做 Folio， 是它的英文，那它的中文叫做富裕旅。那我们希望这个旅馆是把艺术跟人文都放在这个空间之中。那为什么它叫富裕旅？其实它的名字是来自于英文 portfolio。那大家都知道 portfolio 这个单字，它本身是叫做档案夹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我们的旅馆就像是一个档案夹。我们在里面放了很多东西，那每个旅人带着他们自己过去的经验进到我们旅馆之后，跟我们旅馆里面的艺术家、艺术或是空间互动之后，产生了他新的记忆，然后他离开的时候又把一些新的东西带走，那再这样放进去，然后产生一些灵感，然后再带走，这样收收入入的过程中，我们的旅馆就像是每个人旅行中的一个档案夹一样。所以我们用 portfolio 来当作我们名字的发想。那进一步的，我们把 portfolio 这两个单字拆开，前面叫做 port， 后面叫做 folio。 那 port 呢，它就是一个港口的意思嘛，就是人潮汇集的意思，所以我们的餐厅名称叫做 port。 在我们大安馆的这个旅馆里面，我们的餐厅名称叫 port 23， 因为我们的门牌是23号，所以以后如果我们有一个新的旅馆门牌是66，那餐厅就会叫 port 66。 OK。那 folio 呢，它的英文的单字的意思是页，书签页的意思，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当作旅馆的名字，因为我们需要说每个旅人在这边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一页，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 night， 那它同时也是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 page， 所以我们的旅馆就是从 portfolio 这个单字开始的。那我们的portfolio 的slogan 叫 Travel Inspire， 就是我们希望说旅行的人、旅人到我们的旅馆里面可以有不同的旅游灵感的启发。那你可以是被启发，也可以是启发别人。所以我们在我们旅馆里面设计了很多小巧思，就是希望大家会觉得进到这个旅馆不是只是拖着行李箱进去睡觉然后就走了，而是真的可以花时间在旅馆里面好好的去体验这个旅馆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们看我们的 logo 上面有一个 O， 那它是一个刮号。其实这个刮号的意思就是我们把它当作是希望女人把重要的东西都放在你的收藏夹里面，就是用刮号收起来。所以它可以是你旅行的背包，它可以是你的耳机，或是你的相机。就是这个刮号就是代表了我们期待所有的旅人到这边的时候，是所有你旅行中美好的人事物的事情的共同的收集。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讲我们这个旅馆富裕旅台北大安。那它的基地的位置是在捷运大安站旁边，大概走路两到三分钟的距离。那它在信文市场的后面。大家都知道，大安站虽然是台北市的中心，可是在这个区块信文市场后面，它其实是很多四层楼老旧公寓的组成。所以当你从信义路四段走进我们信义路四段30巷的巷子口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哎，这边就是都是平房，然后好像是真的走入了台北人的生活。那它这个旅馆刚刚 Daniel 有说，它以前是一个和库银行的宿舍。我们先看一下以前长什么样子。好，你走进来以前就会看到这个样子，这大概就跟每个人家公寓长一样，就是一个四层楼的公寓，然后外面是洗石子的墙面，然后充满着。它这边是有围墙把它挡住，就是盖住，因为它是一个合库的宿舍。然后这是它就是也是宿舍的外面。那这是我们的基地本身是一个 L 型，那它在后巷跟邻房的距离，就像我们自己在家里打开窗户看到后面邻居的样子。这边是我们的旅馆，我们从这边看过去，这一侧跟这一侧都是我们的旅馆。那这一侧呢是我们的邻居，所以这边之后都会改建成我们的旅馆。那这是从站在旅馆的地方往下看，这边是我们的旅馆，然后这边是我们的邻居，就是跟刚刚的位置有点站相对。然后可以看到它以前我们刚刚看到的地方，它以前是一个镂空的这种空的楼梯，就是这边住的人就是走楼梯上来。然后它里面以前是就是住宅的样子，就是进去然后可能这边一户这边一户。 OK， 所以它以前是一个和库银行的旧宿舍，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把它变成旅馆？其实这个旅馆呢，是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和库银行它要标售一批闲置的住宅，那我们富邦集团就把它买下来。那当初最主要的想法很简单，其实我们只是要做都更而已，就是这个建筑买下来四五年后我们就要拆了它，然后跟邻居做都更。那我们在买下来之后呢，就是这房子就空了，就空在那边，所以我们就请了保全先在那边看管。那常常保全的那个铃声会突然大作，然后保全冲进去看，哎，里面只有阿猫阿狗跑进去，然后地上都是狗大便啊，或是猫大便。那我们就想，哎，这样不行，如果这个建筑物我们要做都更，它空在这边空了四五年，其实对邻居来说是一个不太好的事情，因为这个街廓就因为这个建筑物黑了，然后可能我们路过的时候都想说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奇怪的东西跑进来。所以我们就在想说，我们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这个建筑物更有效的利用，然后可以跟这个社区一起发展，而不是在这四五年间让整个街廓暗下来。所以我们后来决定把它变成一个旅馆，然后透过我们让艺术的进驻，让更多人进来，然后让这个建筑物有了新的生命，可以跟这个社区一起成长。那它虽然只有四五年，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台北市的都更案非常多，我们希望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示范吗，或是我们这样一个做法，可以让台北市很多在进行的都更案这成为一个都市再生的项目。从我们第一个案子做起，如果其他有看到类似的物件，它闲置四五年，是不是都可以用一些更好的方式让建筑物跟台北市一起重生再生。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些富裕旅台北大安它改造后的样子。 OK， 那在我想要先让大家知道关于我们这个旅馆，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四层楼的公寓。那我们就像我刚刚说，想把人文跟艺术带入这个空间里。那它是一个就是在巷弄中的公寓，所以它就是我们其实我们最早很想要叫它叫做前后巷，因为它的打开就是前面的巷子，然后转头一看就是后面刚巷子的邻居。那我们在重新改建的时候，把很多一些老旧的元素、台北的元素放在空间里，因为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旅馆，它是可以让很多国际性的旅客进到里面的时候来认识真正的台北。
那我们也加入了很多艺术的元素，然后希望带给旅行的人不同的一些全新的体验。好，这就是改建后的富裕旅的样子。大家还记得它原本长什么样子吗？就是这边有围墙，我们把围墙都拆开了，然后其实外观没有做太大的改变，所以常常很多记者要来找我说，他走走走到巷弄内，然后就走过去了，因为他没有发现这里是一个旅馆，因为他就很像你的家，然后或者是觉得哎，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不敢推进去。那其实我们是故意把这个外观整个完整保留，因为我们在做重新改造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要保留这个建筑物跟社区原本的样子。所以我们把建筑物的，大家可以看到窗台都没有改变，阳台也没有改变，我们的外墙也没有重新上漆或是重新做把它做改装，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把外墙保留了，我们把树保留了，这样阳光洒下来的位置，阳光透过了树洒在建筑物上的样子，它就保留了，那这个社区的氛围就保留了。这是我们希望在做一个改造一个建筑的时候最大的目标，就是不要让它去破坏这个社区的氛围。那我们往前走到巷弄里面，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现在旅馆这边是有一个艺术空间进去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也是旧旧的。然后我记得我们建筑物快好的时候，很多人就问说，哎，亮云，你们阳台就真的长这样吗？你们不改吗？你们不上漆吗？然后我们就说，对啊，就这样子，不是我们偷懒，是我们真的希望这些特别的元素可以在这个建筑物留下来。那其实后来在很多国外旅客进来之后，他们都会跟我们说，这些真的很漂亮，让他们认识真正的台北。这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比如说建筑上有这种好像脏脏的痕迹，其实这个是我们在做建筑物针对空间有一些修补。那我们故意把建筑物新旧的修补的痕迹放在这里面，就是让大家看到这个建筑它是有历史的，然后我们把这个新旧的样子呈现在这个旅馆之中。那这个是后巷，大家还记得刚刚后巷长什么样子？老老旧旧，它现在是长这样子，就是我们透过很大面的落地窗，然后让建筑物变得更漂亮。那我们跟邻房之间的距离呢，就是这边跟这边，那我们这边保留了很多的铁花窗当做临床的距离。那这个铁花窗呢，它其实是我们这个建筑物它原本的铁窗，然后我们在维修的整修的时候就把它抓下来，然后放收藏好，然后最后把它拿来当做我们的围墙，然后重新上漆。因为这个其实很多人家中比较老一点的房子家里应该都还有这个铁窗，像我家都还是这个铁窗，但是如果是新式的铁窗就已经不是这种材质了，因为这个材质很贵，所以其实很多人到我们旅馆都会跑来这边拍照，因为这个是很特别的台北的元素。那这边也是以前台北它以前的样子，它以前是有围墙的，那我们把围墙拆开来，然后种了更多的植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这个房子就是这个房子，所以它是同一个视角，我们让建筑物跟社区是有互相连结的，然后透过绿意让这个街廓变得更漂亮。那我们走进来之后呢，我们在里面开了一个天窗，就是希望让自然光可以自然的洒入在我们的室内里。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空间是很通透，因为有时候有一些旅馆我们走进去它其实是比较密闭的，那我们希望这个旅馆是像家的感觉，而不是一个很生硬的旅馆，所以透过这个天井的开设，每层楼的空间都可以互相say hello， 然后或是大家是有连结的，然后天井也可以让光在旅馆里面。那这边的话是我们旅馆的四楼的空间，也是最顶楼的位置，所以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梁柱是以前的样子，这就是以前建筑物外观的天花板的样子，我们都刻意把它保留下来，因为我们觉得如果它这个空间它不需要被改造，我们就留下来，需要被改造或是需要透过重新的结构的修补我们才做修补，因为我们真的很希望可以让所有的旅客看到原本台北的样子。那其实这边后来都变成很多旅客拍照的圣地，因为他们都觉得这真是太有 feel 了。那这边就是刚看到后巷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这边是旅馆的位置，这边是邻居的位置，改造之后这边是旅馆的位置，这边是邻居的位置，旅馆邻居就可以看到新跟旧它的
就在这一线之间，然后互相对话。所以旅客有时候在这边打开他的窗户，就可以看到后面的邻居阿伯在干嘛。但其实很多人很喜欢，他们会觉得这太有趣了，就是真的可以闻到就是阿伯在炒的菜是什么味道，他们觉得这真是太贴近你台北人的真实的生活。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在刚看那些旅馆照片，可以看到它有开了很多窗，因为我们觉得窗是跟户外的连接，所以我们开了很多窗。那这边是隔壁邻房，它那种斑驳的墙面，或是我们看到的大树。然后我们在旅馆里面，这是我们的大厅的位置，一进来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马赛克的砖。那我们在旅馆里面都有很多马赛克的砖在里面，因为还记得大家小时候的我啦，现场比较多年轻的朋友，我们家小时候的那个浴缸都是那种拼花的马赛克砖，所以马赛克是台北市很重要的建筑的元素之一，所以我们用比较现代的手法重新诠释在这个空间里面，然后让大家看到它不同的感觉。那这边是我们的餐厅的部分，那大家也可以看到有马赛克砖，然后天井是从这边把阳光洒下来。那我们的空间是比较开放式的，就像刚我说它我们叫 PO23， 就是希望这个旅馆的空间是大家可以在这边自由交流，然后是一个很开放式的空间。那我们旅馆很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每一层楼的颜色都长不一样，有蓝色、黄色、粉红色。那我们是希望旅客到这边来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每次入住都有不同的感觉。那其实它蓝色是我们偷邻居的颜色，邻居的铁窗，所以我们把它变成我们室内的颜色。黄色呢，我们偷隔壁 Subway 的招牌的颜色，把它跑进来，也就是你站在我们黄色层的时候，你往外看就会看到 Subway 的颜色。然后最上层我们就偷邻居的那个屋顶的颜色，因为我们希望内建筑物的内内外外是有交互的，是有对话的。再来是艺术的部分，其实我们旅馆很大一部分的元素是艺术，那这个艺术都是富邦艺术基金会他们帮我们挑选，特别为这个空间去做的。所以这是柜台的羽毛，常常很多人 check in 的时候包包就放在羽毛上面，然后小朋友就在那边拔羽毛。其实一开始我们很心疼，但后来觉得这就是我们想要呈现的艺术的概念，因为我们希望艺术跟人是互动的，而不是一个静止接触。所以我们这边就让大家开始玩，它现在羽毛都分叉了。然后这边在天井有一个羽毛空，也是一个羽毛，它是一朵云飘到这里，停在这里，等着你跟它对话。那这个也是一个台北市的景点，那是一个中国的艺术家，他把台北市的景点用台北市人的二手的衣服回收做成的景点。那空间这边也是一个艺术家做的，它就是一些线性的家具，很常常可以看很多小朋友就住在椅子上玩。那我们希望艺术就是跟人是互动的。那这个是我们餐厅的艺术品，大家可以看到是逃生门，很多人以为它真的是逃生标志，其实它是一个逃生小人，它真的要跑了，它是一个逃生小人在这边。然后这边也有一个时钟，那这个时钟是真的会动的。那有时候你没有看，很多客人你看他在吃饭，吃到一半就突然站起来，然后想说怎么了，然后就跑去跟他拍照，就很惊讶说原来这个小人是真的。所以就是我们的艺术都在空间里面，希望大家就是睁大眼睛去观赏。然后我们旅馆里面有一个选品的空间，那这边平常是做一些艺廊的艺术品或是展品的贩售。那像这个是我们独家设计的铁窗花的杯子，然后这些艺术品的话，有些是我们驻村艺术家的作品，那这个部分我们稍后会再讲。那这是客房的部分，我们客房就是呼应楼层的部分，每一层楼的颜色都长不一样，也是希望说客人每次来，今天住二楼，明天住三楼，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那我们在旅馆的在客房的部分，也是把这些木地板、一些台北老元素的建材，就是重新诠释在这个空间之中，或者是说像是这个马赛克砖，因为就像我刚刚说，很多人以前家里的卫浴都是马赛克，那我们就是用新的元素把它重新诠释在这个空间里面。那这边是我们的艺术家的部分，我们旅馆其实有两个客房是特别for艺术家让他们入住。那他们每一次进驻的时候大概就是进驻2到3个月不等，那这段期间他们平常就住在里面，然后在里面创作，然后你常会看到艺术家就是
跟你一起坐在旁边吃早餐，或者是他就在大厅然后做他的创作。那他到了每个礼拜五跟礼拜六下午的时候，会打开他睡觉的房间，然后让入住的旅客可以进去跟他聊天互动。所以这个是我们上一次的入住艺术家，是韩国的艺术家，他在创作的样子。那这是台湾的艺术家陈淑礼，他是专门做插画，所以他的房间的墙上都贴满了他所有的插画。那这个是日本的艺术家叫做 Aki-san， 那他就是都是以很可爱的元素，那这就是他跟客人互动的样子。那这边是木染，是台湾的版画艺术家，他进驻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版画器具全部都搬到房间来，所以你进去的时候真的可以看到他在用颜料在做版画，然后他甚至会教他的教旅客怎么做，然后示范给他看。那这个是我刚刚有说到 Aki-san， 他常常就会直接画作，他有时候心情一好他会帮你画在手上，就像塔兔一样，然后或是为你特别去创作。那这个是刚刚陈淑礼的艺术家，然后他有时候也会，他里面这边大家可以看到他有一些创作贴在墙面上，他有时候经过一整天跟客人聊完天之后，他隔天就会冒出一些不一样新的创作，因为这就是他跟客人旅客互动之后他的新的想法。那这就是艺术家工作室平常没有人住的样子。好，那我们这边呢就请到康熙来了。康熙来是谁？蔡康永跟小 S。 这是我们的房间，就是展间的一个摄影展的作品，我们由黄子佼帮我们做策展，邀请了55位艺人，然后在我们的旅馆里拍邀请55位艺人，然后拍他们眼中的台北。那这55位艺人呢，每个房间就放一个艺人的作品。那像这个房间是蔡康永的作品，这个房间是小 S 的作品，就去放他拍他们眼中的台北，有什么他们看到的台北长什么样子。那我记得我们记者会的时候，请娇娇就说，他就是打电话给小 S 的经纪人，问说，可不可以邀小 S 来做这个公益活动。那小 S 很热爱公益，当然就立刻答应，然后就拍了一个资源回收桶来，然后娇娇就说，小 S 在暗示什么吗？是要把他资源回收吗？那我们就是希望说，每次客人进来，可能今天住的是小 S 的房间，明天住的是蔡康永，下一次住的是九令。那我们真的有客人会指定说，我想要住 CCC 的房间，所以我们希望客人每次来都是不同的体验跟不同的感受。那最后呢，这就是我们 Folio 夜间的样子。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晚上是很低调的，在这个社区里面，因为我们不希望太喧哗的氛围去破坏了这个旅馆。那我们其实就像一个家一样，然后在这个街廓里静静的等待跟守护所有的旅人。那我希望大家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路过里面，到里面去参观，在我们这个艺术空间里面，它是可以免费参观，大家就可以走进来，然后自己参观。那如果更有时间的话，可以坐下来用个餐，我们的餐点还蛮好吃的。那或是你们有朋友到台北来住，可以花一个晚上，然后住，然后好好体验这个旅馆的想要营造的氛围给所有的旅客。好，谢谢。